梦了，看那样比划划，你看这假把式，行不信？行啊！嗨，费半天劲，里边就一破照片，见过吗？ 上面怎么说？上面说，我们的一个侦查员叛变了。他曾经跟山田研二做过一个交易，但是这个人已经被警察厅厅长陈文友给杀了。现在上面让我们查一下，他跟日本人交易的内容。现在山田研二也死了。 背叛我们的那个人也死了，他们两个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秘密呢？这么大个冰城，怎么找啊？这样，你赶紧跟上级联系，看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线索，而来。 我们就从程凤友那下手。好。三杆子，走了。来了。老燕。啊。怎么走这么早啊？啊，今儿这个我得先得到布行去，买卖不错，这两天，买布的人特多，还都是日本人。 他们说都是冲着假酒来的，我真没想到你说这自从假酒当了日本人的良民呢，给咱带了这么大好处。走，哎，早饭还没吃呢。你先吃，吃完给我们送点就行了。飞燕谷的兄弟们。 杀鬼子、杀汉奸除恶罢，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！老百姓都很欢迎你们的。我代表抗日联军，谢谢大当家和兄弟们为抗日做出的贡献。杀鬼子、诛汉奸，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大不了。<笑>我们抗日联军现在正在吸纳更多的抗日志士。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。我看大当家是一个打鬼子的豪杰，希望你和兄弟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的抗联组织来。现在就谈加入不加入，为时过早了吧？大当家的，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你们是正规部队。 我们是胡子，怕是尿不到一个壶里。这样吧，欢迎在飞云浦小住几天。至于你说的事儿，过几天再说。大哥，哟，睡醒了啊？快烤烤火。嗯嗯，家俊啊。 家教，你可真有意思啊！这领带是系在脖子上的，你却把它绑在腰上，可真有你的。是啊，我看这色儿挺好看的，我就当裤带使，可结实了。
照片上那个东西，借我。还有个镜子，是啥？镜子，照漂亮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家九，你赶紧回去一趟，把这件事情告诉志平和老许，兴许他们能解开鬼子的秘密。 你放心吧，事情就这么情况，好了，我就回来了。家九，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情报啊！哎呀，别说那话，兴啥苦啊？只要是为咱们中国人做事儿，为大小姐做事儿，我心甘情愿。你呀，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但你现在走的方向是正确的。 真是不明白，你说这小日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这么重要的一个箱子，里面就放了一张照片。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出错了？日本人能把这样一张照片放在这么机密的箱子里，就说明这张照片的重要性。这里面一定藏着很大的秘密，这也说明我们上级得到的情报是正确的。嗯。 从这个照片的形状上来看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个金代的东西。哎，那值钱吗呢？这东西是古董，当然值钱了。怪不得这个猴精八怪的张三丰，就死也不给那两个劫道的。张三丰是谁啊？张三丰是在那个飞云浦的路上，我救的一个兄弟，土夫子，还问我家在哪儿，完了呢说要报答我。土夫子。 屠夫子是什么？啊，屠夫子啊，就是盗墓贼。对，盗墓贼。这张三丰吧，我瞅他那样就不像好人，你知道不？就像个偷坟的。那俩劫道的说我俩长得像，说我俩是哥俩。我虽然没有攀岸之貌，但我也玉树临风吧，风流倜傥吧。大小姐。 あ、你说我能跟盗墓贼比吗？笠木閣下，この写真は山田の家から発見しました。上の部門からして近代のものです。調べによれば、便所の隣阿城に宝山があり、近代が滅びた時に残されたもので。 私の知る限り、これらは復刻のためのもの。しかも埋蔵された宝の数はかなりの量です。佐藤君、君はよくやった。この埋蔵金のみならず、近代の保安林さえも地下に埋めたままにはせぬ。大日本帝国への忠誠のため再び日の今を見せる。はい。しかしまさか山田のカバンに収められていたのが。 埋蔵金の地図だったとは。いやまさか。これほど極秘のものを敵に先に発見されるとは。急ぎ手を打たねばならん。埋蔵金を探せ。はい。佐藤君、何か計画があるか。風閣下、箇条を封鎖するべきかと存じます。奴らを宝山に近づけてはなりません。写真にある。 東京から調べを始め、道具の出所が分かれば、必ず宝山は見つかります。よし、我将封鎖しろ。必ず秘密に行動せよ。敵に動きを知られてはならん。はい。大小姐，你真要请我喝酒啊？当然了，想去哪儿说吧。富士老店呗。好吧，就去你说的那地方。酒虫都查出来了。 副头忙着呢，忙着呢，忙吧，挺好的是吧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我来了没看着，我不吱声呢。
忙着呢，忙着不会说话呀？你咋骂的我一个？你跟他们挺熟啊？不花钱。韩天，五犊子过来，点菜。九爷，您神人呐，神人呐！来来来，你起来啊，椅子脏了，我帮你擦一下啊。最近跟日本人玩的挺好啊，啊，都登报纸了，大日本第一良民。哎呀，二姨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别火上浇油了。我现在都愁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在救日本人之前，他就死车上了。不对，他先死的。九爷，你太幽默了。哎，是不是你跑了20里山路给人送医院去的？是啊，这不就得了吗？那我没救他呀。你没救他，你给送医院，你咋不让喝松花江里去呢？你懂个屁呀！这个事儿吧，哎呀，跟你说不着啊，跟你说不清楚。来，换成你吧，点菜。没有。猪耳吧。没有。小葱蘸酱。没有。不是，我对你不薄吧，虎毒的玩意儿，啊？大小姐面前你不能给我点面子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这可能不欢迎咱们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必须说明白。要我九爷在这片怎么混呢？啊，副头，九爷，二虎不会说话，您可别怪他。我这店小，装不下您这个大人物啊。还有，我们也做不起什么汉奸呀、良民的生意。什么玩意儿汉奸呢？说谁是汉奸呢？你就是汉奸！哎。报纸都登了，看汉奸就他。你们知道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日本那点困难之辱。哎，别说了，赶紧走。啥玩意儿？走。啥玩意儿？他日本粮库，粮库跟他有啥关系啊？他烧的。你刚才也太冲动了，以后在这种地方说话一定要小心。现在局势这么紧张，一旦有人去告密，不管你的兄弟还是我，都容易被牵连进去。哎，大小姐，我错了啊，以后不会了。真要有那么一天啊，你放心，我也不会把你供出来。真的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大小姐对我好呗。我听你的。听我的？听我的以后就管住你的舌头。以后我管不住的话，你就把我嘴封上。我不仅要封上你的嘴。还要割掉你的舌头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因为大小姐不会，因为你舍不得，是不是？志斌小姐，佐藤先生，你这是？哦，没事儿。志斌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跟贾姐正要回家呢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正想去拜访一下你老先生。老爷不在家。哦，不在家呀？没事，那我们到家里等他，好吧？来，啊，上车，来。啊，行吧，走吧，那大公车吧。你溜达溜达啊。嗯，爷子，我先边上啊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咋的？哎。停！停！等我呀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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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我！你这不拉我呢？这给我累的。累了是吗？嗯。休息去吧。
这个你别拿了，你拿它干啥呀？走走走，快沉去。志斌小姐，上次来拜访倪老先生，看到家里有很多的字画和古玩，想必是倪老先生对中国的古玩很喜欢吧？喜欢是喜欢，只是家父对古董并不太懂，平时跟些老友玩玩罢了，人家让他买些什么，他就买些什么。志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中国的古玩也非常的感兴趣，没想到和倪老先生有共同的爱好，这样一来，以后经常会有机会可以和倪老先生沟通古玩方面的知识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拉近我和倪老先生的距离，所以特意请朋友从日本带来了。呀，这啥玩意儿？哎呀，好心什么好客呢？那破扇呢？你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啊？啊，这扇门子凉快行，这不值钱。贾九军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还啥意思？听不懂啊？现代的东西不值钱，老玩意儿、老物件那玩意儿才值钱呢。这么说，贾九军对古董也很在行吗？唉，不能说是太懂吧，略知一二，皮毛而已。像什么秦朝的剑呐，汉代的碗呐，唐朝的布衫子，只要是搁我面前一过，哎，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没想到啊，贾九军，你不光对布料很在行，而对古董也颇有研究。哎呀，跟你说吧，中国有句俗话，就深藏不露，真君子。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东西你都不懂，太深奥了，你也不会懂。这样，贾九军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请你教教我这方面的知识。尽管约来。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啊也没什么事儿，如果贾九军方便的话，你陪我到民间搜集一下古玩，不知道志平小姐是否愿意啊？当然愿意了。别的，我这一般没有功夫，太忙了，这店里。贾九，你就去吧。佐藤先生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去了好给带带路。哦，行，那我陪你去。没有没有，啥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大爷，你要啥好玩没？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没有啊。嗯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有啥呀？有人没？没有。你家有老物件啥的没？没有了，没有。你瞅瞅家里穷的叮当响。就剩我这副骨头架子了，你买不买啊？买你，养不起都，啥也没有，可咋整？哎，奶，那也卖不？不，这是我的便盆，你买它干啥呀？你卖不卖就完了呗，那尿盆。小军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尿盆。不是，我们来找老物件的，整个尿盆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佐藤先生，这东西我敢保证是好玩啊，说不上是哪个妃子啊，哪个太后用的洗脸盆，你知道不？嗯，贾小军，你看得准吗？准了。你要不信我的话，那我就走呗。别别别别！要真是老物件的话，问问人家老太太，买下来。
南阳，这多少钱？500哟，500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买点好吃的啊。呼啦一下子，哎，好玩啊，拿着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还有个猪食槽子，你要不要啊？养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不猪，走走走。哎，今天那姓于的终于不在了，咱们赶紧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都过来啊。这是整的哪出啊？怎么了？有屁就放嘛。大哥，你不是真打算加入抗联吗？你说咱们在这儿待着多好，咱们就是这儿的老虎。你说你要加入了他们，什么都得听他们的，咱不成病猫了吗？就是，大哥，我这辈子就服你一个人，其他我谁也不服。啊，咱们跟这儿种了这么多年树啊，他们跑这儿来乐呵摘桃来。啥玩意儿啊！你知道吗？我说的呢，我这不是还没答应呢。别大哥，你这人好面，那姓于的要住久了，你这一激动什么都答应。就是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回老家娶个媳妇生个孩子，就那么过。好啊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哎，生了孩子别忘通知大哥一声。那必须的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那不是我以后的理想吗？你大哥，你说了半天，你们还是不信我是吧？咱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到哪儿也不会落下你。大哥，好，走吧，喂马吧，做饭去。好嘞，哎，多放点肉。哎呀，玩儿不急你。哎呦，我这，你说这不缺心眼儿吗？你说还把尿罐子买回去了，你可真损哥，真的，你说你咋寻思？哎呦我的妈，当宝儿似的大尿罐子，哎呀，味儿老大。哎呦，让我调理懵的，该不？那该，我不管他左疼右疼的，你就是这回让心疼。他这种人就得这么对付他。嗯，没事还老想娶大小姐，呸！那大小姐是他娶的。不要脸吗？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嗯，可不的。就大小姐就嫁不出去那天，也轮不到她。那你还不想磕碜？哎呀，要说我嘛，跟大小姐哈，从小的长大，青梅竹马啊，我俩还挺配。那是哥，你这绝对不是癞蛤蟆，你不是天蓬元帅吗？你这是猪八戒娶媳妇儿，就那个就猪八戒呀，笑盈盈啊，哎呀，还要背起耶，哟猴那个女花容，心里边干啥呀？看见那边那个人了吗？嗯，一会儿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，你就把那张纸条交给他。去吧。带走！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别怕，继续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
就是警察厅厅长陈富勇，土匪出身。现在的身份是杀害我们的侦查员，还有其他的抗日人士，从日本人那里换来的。他这是抓人抓顺手了。篓子里的螃蟹横行不了几天了。组织上正在策划暗杀他，但是我们刚刚做掉小石川岛，现在日本人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，警备很严。 如果你这时候动手的话，我担心你。不用担心我，我是不会自己动手的。我会找人做掉他，放心。好。哦，组织上还得到了一个消息，说日本人丢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箱子，这个箱子跟我们国家宝藏有关，箱子里有个铜镜。铜镜？嗯，目前只有这些信息。 组织上让我们尽快调查一下。好，走。给我扯一块最好的、最贵的、最漂亮的布料，做成旗袍，明天晚上6点半送到北市场唐家戏院。好。 哎，老爷，这怎么还这来穿官衣的了？哎，买布料来了，要我给挑最贵的，给整两件旗袍。哦，行。老杆子，跟你舅哥好好学着点。哎，张杆子，跟你舅哥好好学着点啊。这干啥？还天天。 宋爷好枪法，枪还不错。这些都是美式最新式的长枪，射程远，射杀力强，日本人的长枪根本没法跟他比。为什么找我来帮？三个原因。 第一，您的枪法好；第二，您是土匪；第三，成凤友跟您有仇，把你们二当家赵飞龙给杀了。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圈套？这个您不需要知道。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圈套？这买卖成交了。宋爷爽快，程凤友明天晚上去唐家戏院看戏，是您最好下手的机会。回家等信儿吧，等宋爷的好消息。再会。 什么？怎么能是真的呢？那个便盆就是个古董，听佐藤说，在市面上都很少见，能值10万块。看不出来，你眼光还挺独到的嘛。哎呀，这怎么整的？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我这冒闷的想调理调理它。 那这是真的，这可真巧事儿了。你说，哎呀，让他钻了个大空子，你说，那能要回来不？
你说落到日本人手里的东西还能要回来吗？哎呀，这偷鸡不成，哎呀，这么闹心，你说这败家事真是太小了。这是真的，那自个儿留着好不好呢？啥玩意儿？给我的酒壶啊，谢谢呀。我给你办这大事儿，办秃噜了，你还给我礼物？你呀，不用谢我，去谢谢那个佐藤吧。他知道你爱喝酒，就给你个小酒壶，以此答谢你的。那我就不要了。那什么，佐藤找你去了是不？嗯。他对你有想法，跟我说了，想娶你当媳妇儿。我知道。同意呗。我不可能嫁给他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估摸他。他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不过，我也不能得罪他，因为他是日本人。大小姐，你啥意思呢？这你就别问了。还有，以后他要是再找你去，那我肯定不去。如果佐藤再要找你去，你一定要去，把他所做的和所说的都回来告诉我，让我看着他呗。愿意做我的眼睛吗？只要你不嫌我眼睛小的话，我就可愿意可愿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佐藤这个人呢，是日本情报站的军官，他搜集古董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。嗯，你放心，大小姐啊，我把他秘密都给他抠出来。还有，你跟日本人交往一定要留个心眼儿，可千万不能把咱们这个任务跟他说了。那你放心，我说没有一句真话，全跟他说假话。那也不行，你呢，除了不能把我们的任务跟他说，剩下其他的都可以跟他说，这样呢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，得到他们的信任就能得到可靠的情报。就跟咱唱戏呗，那意思。你放心，大小姐啊，我跟他们唱戏，我跟你不会唱戏。你跟我唱，你跟我唱，我能看出来。给你个苹果吧。吃了吧。哎呀，你给这玩意儿搁这里，搁自个拿那就不一样味儿。那才怪呢！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啊！不会嘞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啊！杀个程凤有用去那么多人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最起码我们去也有个照应啊！对对，就是。我是去暗杀，又不是打大仗。都回去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这次你把我带上呗，我啥活都给你干了，行不？再加顿狍子肉，等我。去。老爷，车准备好了。老爷啊，车好了。啊，太太，老爷呢？老爷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哎呦，三杆子，嗯，把车送回去。哎哎，这是你什么意思呀，佳姐？老爷子不去，我还不配坐你的车了？你去干啥去？什么话？这么重要场合，我能不去吗？啊，你去啊？什么话？啊，那我不知道。那哥，我替你去吧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像那待着得了，我今儿还就让贾九送我。你去干啥去？你算哪根葱啊？人愿意坐你车吗？
上车，太太。扶我一把呀！啊啊！坐稳了，太太啊！哎呀妈呀！慢点儿！稳了没？走了。慢点，哥。哎，好嘞。别蹲着，太太。厅长，请。厅长，小心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小心。等你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啊？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您的货做好了？哎呀，老好了。有啥毛病你跟我说啊！行嘞，有毛病我就找你啊。那啥事儿啊？行啊，九爷，现在啥人都认识了啊。主要不沾你们光吗？不明白呀，唱的不好的。唱啥呀？你说话。能听明白吗？唱二人转多好啊，整那荤的。哎呀，大少爷，你咋来了呢？认得我是谁？你是我姑
想我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哎呀，这脸浪的了。有人了，还是老头给你吃啥药了？死心塌地了。